今日はお前たちの忍耐能力を訓練する。お前たち敵を睨みつけ。目で威嚇しろ。哀れや同情心はいりません。いいですか、お前たちの敵は軍人ではない、人でもない。我々の敵だ。一列目銃上げ、よーい。小日本鬼子我跟你拼了。死にたくないなら動くな。
くやった。これは重要する。はい、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うん、よくやった。はい。皆さん、よくやった。これからも頑張ってください。最近環境の変化と事件が起こるのを注意しなければいけません。特に独立の舞台をどんな状況でも自信をなくさないように頑張らなければいけません。心を込めて任務を達成するのだ。今中国での反日行動はだんだん葬式になっているので、来た、これは注意しなければいけません。これからも皆さん天皇のために早めに行動し始め、抵抗を取り除き、抵抗を守れ、抵抗を守れ、抵抗を守れ、速攻！快点！
他成功了！报告。嗯、出什么事？龙少卿成功了，日本皇家中将被击毙。好，应该恭喜他。对。我说，这情报准确吗？我跟你说，这可是段里的地盘，万一出了什么差错，不破坏统一战线吗？咱的情报说，这一带有敌台活动，这两天活动频繁。别说话，注意观察。哎，你说那个张维不是死了吗？怎么还有间谍呢？哎呦，张军这帮搞情报的，都他妈干什么吃的？哎。咱们出来的事儿，这团长知道吗？团长亲自命令的任务，都像你一样，无组织无纪律。哎，那干嘛不叫我这大少爷一块查呀？真要查出来，那可帮了他大忙了。省得他一天到晚在段磊那儿坐如针毡，寸步难行。那个文轩跟苍蝇似的，一天到晚盯着他。那我去了。随便。哎，你去吧。你看，这个事儿你这么上心，他都不知道。你说你这不白做好事了吗？我说你这人，咱们执行任务是为了某个人呐，还老红军呢，一点觉悟都没有。嗯，我没觉悟，不如那个大少爷招人待见是吧？说什么呢？我跟你说，你要再这样下去，早晚得犯大错，弄不好得掉脑袋瓜子。掉什么脑袋？掉脑袋？胡说什么？我们来帮你的吧。我应该打中那个人了，如果不是胸部，就是头顶。受伤了，跑不远，就在这一带。他应该不是要打死我。那他想干什么呀？哎，刚才那枪是趁着雷声冲你方向走的。这个地方三面环山，如果他被我击中了，能逃到哪儿去呢？只有一个地方。段里。这太好办了，大少爷，
你回去查一下，看看谁受伤了，这不太明白了吗？谢谢。这才是大少爷。哎，九儿，我要是像他一样，啊，眼睛看天，凡人不理，你是不是也觉得我倍儿与众不同啊？哎，九儿，全体注意，通报，脱掉上衣。参谋长，人都到齐了吗？除了执勤的之外，全部到齐。解散！你能确定是总兵？除非是像芥川一样的高手，否则我打的一定是他的总兵。你回去休息吧。这个人要是在这儿的话，他跑不了。总部首长要经过我们的防区，到黄河沿岸中央军那里同卫立煌将军进行会面，商讨共同反击大事。你们要认真地分析这次任务的重要性，一旦总部首长有危险，那将对我军的抗日形势是个粉碎性的打击。请团长放心，保证完成任务。完成任务。不要答应得这么草率，回去要认真地准备。团里啊，把最好的枪配给你们。当然了，枪不是重要的因素，最重要的是看这次执行任务的人。你们选拔一些精干的人员，另外龙少卿也可以考虑。好，我马上请大少爷出山。哎呀，别考一个大少爷大少爷的，这是在军队。龙少卿啊，是个非常敏感的知识青年，要注意团结。在这一方面，这个九的政治思想工作还不到家呀。啊，是团长。这件事情惊动了全旅，却没有任何结果。你确定你没有看错吗？我有证人，昨晚被偷袭时有八路军洪大春连长和九在场。你很清楚你现在的处境，怎么还和八路军搞在一起啊？对不起参谋长，我就是不能够理解党国为什么不能容忍跟我们一同抗日的八路军。幼稚，真没想到你这么幼稚。我劝你还是赶紧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吧。除非杀了我，只要小鬼子在中国一天，只要我还活着，就不会离开新八旅。你还真是一个敬酒不吃吃罚酒的人呢。好，既然你不走，从今天开始你就没有人生自由了。我会一天24小时派人盯着你。我可以回去了吗？等等，昨天晚上这件事情，如果我们找不到那个所谓的杀手的话，对你很不利。知道了。
我们内部奸细还没有解决，这么高层次的会面太危险。这次会面已经酝酿了很长时间了，之所以迟迟没有成型，就是顾及到日军的间谍网无处不在。但是时局紧迫，魏长官必须马上和八路军总部首长见面。我去。你去？你怎么去啊？现在重庆方面对我们和八路军的交往非常敏感，这次姓武的来就是来调查这件事情，你是首当其冲，你这么明目张胆的去不是找死吗？不让我去干嘛告诉我？把这件事情告诉你就是要你想办法保证完成任务。呼吸改的中国側の機密がこんなに簡単に手に入るとは。少佐、やつらが故意にこの情報を流したと思えんか。私が認識しているところでは、川の対岸の中国軍は密接に協力し、下準備をしている。今回やつらは切羽詰まって攻撃するのもやむを得ません。私はおそらくこの情報は8割方正確だと見ています。分かってる。仇を取りたいんだ。はい、ずっとこの機会を待ってました。何人必要だ？以前と同じで。そうさ、この任務は通常任務と異なる。中国側の高級幹部をやるということは我が航軍にとって非常に大事な意義を持つ。中国側も最も優秀な狙撃手を送り込んでくるはずだ。人をもっと連れてったらどうだ？中国人は言ってます。ビングイジ、ウグイドは兵の数ではなくその質の遺憾にあると。それに奴らの選択する行動路線は必ず奴らの軍隊の間近です。潜伏している者が多いと目標を暴露することになる。シナの狙撃兵は非常に狭いところで十条を銃殺しました。我々はシナに及ばないのか？そやけになるな。这回护送总部首长，为了安全，决定还是夜间护送。夜间护送有利有弊，敌人难发现我们，我们也难发现敌人，所以要格外的小心。哎，我是这么想的，一会儿就让九儿就在首长身边，保护首长的安全。少佐、この任務は前と違って、少佐も少し呆然ではないか。敵の工程と目的は分かってますが、彼らがいつどこで現れるか分かりません。歯によって歯で返すといったことがあるが、僕たちもシナの狙撃者の方法で待ち伏せして敵を待ちますか。ああ、それが唯一の選択です。我々は知ってます。我々の敵も知ってます。だから
我慢比べです。ただ一度だけ。奴らにはもうあのような幸運はないでしょう。大少爷，吃点。我不饿。吃点的啊。哎，是吧？我喊你每回执行任务，你不吃东西。吃多了是累赘。嗯。那你不饿呀？我在军校受训的时候，曾七天不吃饭，只喝水。七天啊。好家伙，那之前不是吗？你打枪，那手不抖啊？不抖。快别跟你们那个狗日的法西斯军校吹牛了，我还真就不信了。哎，这之前不吃饭，那打枪能打准了？嗯，那可不行。嗯，我一天不吃饭，你脚底下跟踩了棉花似的。那不是你吗？对了，大少爷，从咱俩认识这么长时间了，一直管你叫大少爷。哎，你这为什么叫大少爷？你们家真是大地主。哎，那不得天天吃鸡蛋，大饼夹鸡蛋，越吃越混蛋呢啊！你这么愿意说，说说你们家吧。你父母是干什么的？你怎么当八路？嗯，我们家，三代务农，务农你懂吗？就是给大地主和大少爷当长工的。8岁那年吧，我爹、我娘都被北京给杀了，因为通共。半个村的人都被砍了头了。我姐姐那年18，参加了游击队，当了政委，后来被白军给俘虏了，接着就给枪毙了。我当时是10岁。家所有的亲戚都被白军给砍，我就跟着胡子叔当了红军。这狗日的白军，我父亲原来是名军官。我小时候，他对我要求很严格，很早送我去读了军校。但现在，他跟我母亲都不在了，被鬼子给杀了，全村的人都被鬼子给杀了，我眼看着。我是从尸体坑里爬出来的，少佐。なんでここで待ち伏せするんですか？
ここは花八郎交換が郊外沿岸のウェイリー保安のところへ向かう避けて通ることのできない道、ここは押さえておきましょう。はい。干啥去啊？老大把娘洗澡池了，可这么睡干啥？脱穿呀！你也是小大娘啊？咋了？啊啊！我跟你说，老子这是帮你们忙呢，你们不感恩戴德，还对他妈老子吆三喝四的。你在这跟谁老子老子呢？你嘴巴放干净点啊！你是老子什么人呢？老子说他妈不干就不干了，有组织有纪律，你凭啥舍不干就不干呢？老婆，少说两句。我跟你说。老子在中央京混了十几年了，什么样没见过呀？就你们几个土八路，跟他们老子吊蛋！你小三呀！你干啥呀？你干啥呢？干啥呢？站！干吗？做什么事儿？吃吃肉了？走，赶紧走。长官，我知道我欠你条命，但是跟你打了这么多四仗，估计还的也差不多了。但这次任务我想不通。有什么想不通的？长官，这次任务难度实在太大了，咱们有奸细，小日本一定张着网等咱们钻呢。兄弟们太不值了。钱无良，方一球说这话还有情可原，可你不该说这话。林团对咱们怎么样你知道？中条山，中国军人的墓，有咱中央军，也有八路军。跟上队伍。老钱，昨天晚上我做了个梦，下牙都掉了。你什么意思啊？又想留？大少人是不错，但是这人忒拧，跟土八路走又那么近，早晚得出事。要不你跟我一块走吧？那不行，太不仗义了。龙长官为咱们流过血。你仗义你的，啊！我跟你不一样，我有家有小，我儿子还不到三岁，我不想让他没爹。你先走吧，我去撒泡尿，啊！少佐、信濃の人は今晩来ると思いますか？おそらくな。来なかったらずっとここで待つんですか？奴らは来る。地震はどこか？あの信濃の情報に？长官，方一球呢？上厕所了。你去看看他。是。喂，敌机枪。何も見ません。
望遠鏡を使わなくていい。心を静めて耳と感覚で。連絡しろ。私の忠誠がエースだ。道を封鎖し、シナチンを一人たりとも逃すな。行け。はい。お前たち、敵が来た。用意しなさい。冯连长，这样，一会儿我先带几个弟兄过去，把路打通了。你和九儿呢，就负责你们长官的安全。爹，我们先过去，顶着，你们保护首长。这事儿有什么可争的？你不是说过吗？我们两个人加一块儿，也不一定是芥川的对手。万一我们失手了，这不还有你呢吗？就那么定了。不好意思啊。最重的任务交给你了，今儿走。
辛苦了。鬼没的，从来不肯现身，我怀疑他的真实动机和身份，说不定夏雨天打你那个人就是他。他要真想杀我，我就活不到今天了。你还说那么多干嘛？抓过来问问不就得了？人各有志，何必强求呢？再说你也看到了，几次关键时刻都是这个人挺身相救。你想什么呢？我觉得我认识这个人。我可能也认识他，而且是个女的。哎呀，九儿，哎，我来。娇儿，没伤着骨头吧？没事儿。大刀二勇怎么样？伤得不轻。没事儿，能挺过去，也不是第一次了。哎呀，这国军那边那几个兄弟不知道怎么样了。这龙少就这么几个宝贝啊。不挺多心疼的？想什么呢？别幸灾乐祸啊！九儿，你这个话我可不爱听啊！什么叫幸灾乐祸呀？那都是中国军人，都打鬼子，我这心疼还来不及呢。真的？我心怀磊落，光明正大。就是我告诉你，我现在心里头就俩念想：一，赶紧打倒鬼子；二，赶紧跟我老婆成亲，早日生个大小子。你老婆谁呀？就是你说我送你啥？你能当我媳妇儿？德国造的马牌撸的。去，别说了。你过来，我跟你说点正事儿。今天的那个神枪手，会不会是下雨那天咱们在队里差点抓到那个人？不能，那天那个人是想杀大少，今天那人是救大少，这不是一回事儿。我觉得不对，我觉得都是一个人。而且都是个女的。大少咋想？龙少怎么想？龙少怎么想？我怎么知道？你问他去。九儿，有个事儿我得跟你说一下。这龙少啊，有心里头喜欢的女人，这你应该知道啊。我知道什么？哎，大春，你真奇怪，一天到晚琢磨这些事儿，不像个男人啊！什么像不像个男？那你不是，你咋知道啊？走，带我去看看大刀他们。
你昨天晚上干什么去了？执行任务。什么任务？保密。对我也保密啊。龙少卿所说的，一直在背后帮助他的那个神秘枪手，是你吧？你为什么不说话？你怎么了？要不要躺会儿啊？没事。给你倒点水。我想仔细听。那你好好休息吧。张管，哎，石头，没伤着骨头吧？没事，一点屁股伤。你看，行，好好休息，别乱跑。是。张管，别动，什么都不用说，好好养几天伤，过两天我送你去后方。张管，你处分我吧，我真动了那个念头。这么多年的仗，不知道咋的了，突然间就不想打了。没事儿，我也有过这样的想法。好好养伤，别胡思乱想。哎，病房里不许抽烟，他伤得这么重，更不能抽烟。你怎么一点常识都没有啊？烧退了。说，抽一口烟。走到阴阳殿都有劲了。阿芳，你放心，你死不了。你这样的，到了阎王殿，阎王爷都得嫌管不了你。长官，这老小子属蟑螂的，重伤轻伤二三十次了，怎么也打不死他。老剑，彼此彼此。昨天去哪儿了？战区。不对，你没有去，你还伤了我的两个人。是去友军看了一个朋友。什么朋友啊？私事儿，不方便说。你现在没有什么隐私可言。我现在还不是犯人。少卿，你正在接受审查，
审查的名目就是通共。在此期间，你居然还和共党合作，还损失了你的一半弟兄。你说你该当何罪？我们护送的那位八路军长官是去会见魏长官的。你说我该不该执行这个任务？你不用拿魏长官来压我。如果我执行命令的话，你早就不知道死了几次了。我知道你是在帮我。我最后一次警告你，你现在的活动范围就是在旅部内外，除此距离，格杀勿论。大佐はそのシナの情報員が会いたいです。その人を会議しています。連隊長に伝えろ。奴にも会える。しかし今ではない。好点了吗？待会儿我要去战区开会，明天才能回来。我知道了。吃的什么药啊？闻着就苦。回来了，我请上几天假，我们一起去后方，可以去云南。嗯，我说的是真的。虽然以前也说过好多次，都没办法兑现，但这一次肯定是真的。张大伯。说多少次都没用。张耀达，日子也得过，要不然我们不都成了战争机器了？这该死的仗还得打多久啊？快了。
什么事了？我太太呢？